我看到了那个人，他叫高恩。嗨，是象征谎言与意外的云雾之神。不高兴啊？是因为我找你麻烦，还是因为我伤害他？我真的很喜欢看到你现在这么慌张的表情，哎，怎么看都不会。嘎嘎拉样机往左右的嘎瓦斯，彻底无耻！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。你别忘了，我是可以自由穿梭人心、揭穿自我虚实的云雾之神，除非我约你，没有人可以抓住。10月17日起，周日晚间9点，华视《无神之地不下雨》。